对国际对非合作，中方也有几点呼吁，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就此达成共识。第一，要坚持公正，实现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，非洲国家也有发展的权利。考虑到非洲曾经遭受的殖民掠夺，发达国家尤其要承担起责任，加强南北合作，为非洲的发展加大投入。当然，我们也会继续重视南南合作，形成国际的合力。第二，要做到平等，要随时注意倾听非洲的声音，尊重非洲人民探索自身发展道路，不能居高临下，更不能指手画脚。第三，要倡导务实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说到做到，要以实实在在的合作为非洲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到的成果。